三只小神兽，快下来呀，都！你们胡舅舅已经下来了，你们三个还搞这试探呢？下来吧，现在都每天还自己下来了。你看胡舅舅已经在下边溜达挺长时间了，快下来了，颤颤。胆儿是在他们三小子里是最大的。来吧，下来颤颤，来啊！其次是微微，哎，微微，来颤颤，完了最后才是顶顶。颤颤好看的。就是你看他们三个谁在最前头，谁胆儿就相对大一些。小胖子。立刻找的胡舅舅了。要给胡舅舅好的呀。你看胡舅舅下来就跟小猫勾心斗角。这勾脚斗心，来吧，微微，顶顶，微微下来呀、啊，微微，小老虎来，微微，顶顶下来呀、啊，顶顶胆子最小的，顶顶，微微下来吧，来，黄灿灿，灿灿，金灿灿来过来，嗯，灿灿。看人多，他有点害怕。咱们要进去，他一会儿就下来。你瞅，胡彦军又和小毛打起来了。哎呀！你上去啦？看着呢。嗯，小灿灿，灿灿，灿灿。嗯，你瞅大灿灿。它金金的，金色，颤颤都变成小伙子了，快袭击胡舅舅！真是快变成小伙子了。微微，哎呀，顶顶，顶顶，哎，看顶顶是不是越像那个小老虎长的？嗯，哎呀，微微，微微下来了，来吧，微微，微微下来吧，终于鼓起勇气。顶顶，是你了。你叫啥，微微？嗯，你下楼了，在外面一个劲儿叫。嗯，好，顶顶。顶顶，你跑那么远干什么？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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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，好看，过来，好看，来，过来。对嘛，岁数大应该懂事嘛。来，过来，那粉丝都，哎我去啊，胡彦军，这赶成石猴出世似的。胡彦军，英俊，你把石头给爆破开了，你出来了。哎，下来吧，嘿嘿。嗯，过来吧，顶顶。英俊，上面叫的估计是颤颤，你瞅颤颤着急了，颤颤跑他爸那屋去玩去了，结果不像胡彦俊这么身手敏捷能跳出来，所以着急的在那面都哭了。昨天我把那个。我家一楼的昙花给拿上来了，重新换了一个盆儿，现在还在恢复中，过几天就能缓过来了吧。哎，楼上有猫啊，养花可能这花不知道能活多久，这些猫要是下来就会扒着这个花盆揪这些花叶啥的，有盆花他们倒是挺感兴趣，都喜欢。别抠土啊，那土可是来自南方的椰土，再把你们噎着。嗯，我去把颤颤弄下来啊。嗯，英俊和好看，你俩带着小猫轻点啄啊。你瞅这个牛皮哄哄的样子，走路这像，哎呀，古惑仔似的。